该这个双柱啊，就是加辅助，就是或者是半加辅助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梁树呢做这个灯影，就是做灯影的四合呢，应该就是右树在上面，左树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木子呢接住放在这个器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鸡嘴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筋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独这个外，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比的话呢就是后仗，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母呢支持臂肩。第七个呢，就是摄土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性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树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树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十七啊，出三十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尘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十七。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呢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其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性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延期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念一个皈依诵，念皈依诵的时候，心里面呢观想所谓的这个三世舍，一切这个三宝，一切这个三根本，一切呢诸佛菩萨的这个本体，就是我今天呢就是皈依这个上师，乃至这个永远呢就是不舍弃上师，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呢念三遍，就是皈依这个偈颂。
然后年送之后呢，就是就开始年送发信的这个寄送。年送发信寄送的时候呢，有了这个心里面啊、像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伤势呢，就我是为了就是离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要这个休息伤势的这个过位啊、就二这个发无上这个菩提心啊、然后这样就是念诵这个三遍就是发心。智慧呢，就是观想，就是轮回涅槃，以及这个清净不清净说舍的一切这个万法呢，就是在本来的这种清净，就是在这个变成就是本来清净的这个空性当中。然后空性当中呢，就是它的这个自相不灭的这种现象啊，也就是叫做呢，就是自相不灭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出现莲花和月轮，莲花和月轮上面呢，观想着这空花舍的得字。然后得字呢，就是逐渐就变成宝剑啊，就这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标志。宝剑呢，就是逐渐都形成这个就花纹树。花纹树呢，就是变成我们的这种这个上师。这个上师呢，形象是这个法王如意宝，就是他老人家的这种形象，完全就是可以。然后他的本体呢，就是与这个文殊智慧勇士这个无二无别。他在这个如光萦绕的这种金线当中呢，就是就显现。然后呢，上师的这种身上呢，居住这个般智大的这种一切这个服饰啊，树影呢，就是以说法树影，树影呢就是持着啊，就是莲花金海和这个宝剑。同时呢就是也是这个以这个金刚加护做的这种方式。我和他们讲的都记了，咱把家去也是我的。该死的天子，但是他一起就去睡觉了，这我问。在你这种我的命令中，让他的天子的命法。这样之后呢，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我们这个修持呢，就是这样的这种上师，就是住在自己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祈祷啊，就是祈祷这个就念长师的这个祈祷文。
因为本座想到所然的我跟着半破的心机了那些我最明显更深加会推及前的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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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本座想到所然的
我跟杰多班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没健康生，加快推进整个延揽，迎面谈坐下了所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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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杰多班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没健康生，加快推进整个延揽。
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我感觉多半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更深，加快推进前的人烂，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我感觉多半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更深，加快推进前的人烂，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我感觉多半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更深，加快推进前的人烂，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我感觉多半破了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更深，加快推进前的人烂。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我感觉多半破了先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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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我最明显更深，加快推进前的人烂。因为咱做下老做烂的，
我跟接到半坡的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看成家伙的推荐前的也难，因为当初想到说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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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接到半坡的先机了，那些是我最明显看身，加快推进前头一栏，迎面翻左下拉左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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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接到半坡的先机了。然后呢，就是上师呢，就是变成这个无光啊，就是无光的明点呢，就是融入自己的这个土顶啊，融入自己的这个土顶以后，逐渐就是融入到自己的这个心间啊，就上师都变成一个无光明点，融入到自己的心间。最后呢，上师的相续当中的所有的慈悲啊、智慧啊，以及这个等慈、中慈等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自己这个获得的，一切的这个观理、一切的教授呢，全部就是自己这个获得，以自己的这个分别的心呢，就是上师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变成这个万无边，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就是稍许这个安住。
然后就是在这种这个入定当中，这个气定以后呢，就开始这个回向。就回向的时候呢，要向就我今天就是修上士瑜伽为主的一切善根，回向于三界无边的一切老母这个有情，让他们呢早日获得这个上士的这种这个果位。南无满子喜人，南无四喜人，南无阿达玛喜人苏哈，南无满子喜人，南无四喜人，南无阿达玛喜人苏哈，南无满子喜人，南无四喜人，南无阿达玛喜人苏哈。最后那个回向完了以后呢，平时我们看见的任何一个设法呢，都是这个现上师的这个现象，听到的任何声音呢，就是上师的这个金刚语，自己心里面出现的各种这个起心动念呢，应该就是观想这个上师的这种智慧是这个无二不变。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行主所我都行主作我呢，就是都这个就是静心啊，就是都静心。这样之后呢，我们像这个在座的很多的这种道友啊，应该不觉得将来呢，就是获得这种上师无二不变的这种果位。